较有啊。拄好这台啊，拄好有充电呢。是，我这个搁检查什么？检查台也在用。我伫对面哦。嗯，你老伙仔讲，迄个啊。好，这个老板，发头家。人敢若无看落来啊？嘿啊！啊，头前迄台嘛正停伫遐，有人咧结账啊。头前迄台是要来载人诶。啊，人用着去在底底买。哦。对无？有可能。你都唔免搁你收个，我无收起来，我隔了后壁伊开开就有啊，也一支落来就好啊，对无？是讲无遐紧等，这买物件无可能用偌久啦。后壁有一台在等啊，另外人也无落来啊。啊，电台去碰你去，伊敢使做？咱敢使出去滴滴啦？迄阵也无使走，无使走，走袂出。袂出啦。嗯。我是讲头前在大兴平，伊若使走，咱坐咱遐停车，嘿。咩？停到我伊遐遐。嘿。到我伊遐，人袂当出入啊。无啦，我是讲停到伊咧停的迄位啦，伊若走啦，头前迄台啦。停遐就好啊。嘿啦。
差，这样是讲伊会使走，讲想入去，讲结果伊走唔使走，就等人外省去了。在忙完了，等你，我说来摇伞，等你，我摇伞。又在搬了，梯啊，还是梯啊？嘛是黄金炒饭啊，因为是黄金炒饭，顶太丰黑啊。被你商店那卖哦？行啊，商，这个全家啊。哦，安尼伊无可能。哦，汤头阁袂歹呢。嗯，汤头阁袂歹。啊，这拢啊，多只，迄个饭店的东坡西煮的，对吧？像迄嘛是讲鼎泰丰嘛是。上前即位先坐。哦，你个好神吼。我只有啊，搁摕一包你啊。啊，大下子我用啊，你好乖啊。我讲我带你顶到顶到这水啊。嗯。我困着我来睇你来。啊，老师讲安尼，安尼等啊，规涂骹啊，过一只对车骹才来，对只学堂来。你唔惊？哈？唔惊无去？你唔，咱咧听恁，你老师唔是足惊无去的，迄是拢较特殊吗？半夜就是唔惊，坐啊，迄款旧型的坐啦。哦。老师安尼，一条椅啊，夹来夹去。啊，坐椅当然就麻烦，就我坐椅就是安尼啊。人拢讲恁阿无爱坐椅啊，咱较早听恁人讲恁阿无爱坐椅啊，那么苦。哎呦，迄个太太上无嘛，敢会比我较少嘿？太太吼。太太啦，查某的。人在咧困。在咧困。咱是用迄四角的迄垫啊咧放饮面，啊，人伊是放迄迄落货架顶架。啊，不过货架顶架，伊要用我出租就袂动啊，就爱搁摕一块茶箍来顶起啊。就是不方便。后边敢有车？你后边敢有车？你人去台都较远嘞。拄仔是无登记，怎啊？请说语音声控可以的。嗯。开启了啦。你看都有啉海茶啦，有啥去啉？十八个茶，未放饱好啦，你交阮十八碗遐，就变数。路中安那有啦？安那有啊？阮朋友变数了，休困站。那就我较麻烦啦，就我搁在想嘛。前方测速照相速限40公里。今仔做一个，搁哪里做？应该要做哩吧？对啊，即摆做。啊，像头拄啊，下早起迄爬山的话，即落天气是要安怎爬？看看看，嗯，做。
去，你退去好，哪退去？哪退去？你落来。你会练啥在穿的路穿穿哈，穿了两年哈，我肯定可会晒。你来接吧。拉开好吗？没有锁在背上去，那个拖拉机也不要得。大花轿子，我哥也穿的。这是来设计，就是公里哦。是来设计。刚刚加好了，加过年。啊。嗯，啊嘛，再驶去遐，啊，搁驶遐，安尼尔呢，啊，搁驶来遮。驶去林家巷嘛，驶去林家巷。啊，语音声控你个试看嘛，我无我多得调着啊。嗯。看会用了袂？有。啊，无你拄仔深开着有呢。啊。深开着有呢。较早是对遮入去的啊。无吗？哦。滑一下，啊，这指令啊，啊，无拄啊，这啦，太滑了，啊，启动语音声控，启动语音声控，启动语音声控，请说命令。宜蘭什麼？宜蘭，先說宜蘭。宜蘭。有啊，你要地址啊，是不是啊？城市啊，找城市啊。在台灣找哪一個鄉鎮市區？宜蘭。宜蘭。宜蘭什麼？剛照出來了，啊，你點進去啊，宜蘭點進去啊。依然先点落去啊，点落这个。我无看到依然呐。无啊，还不出来啊。嗯。主目录。城市。在台湾找哪一个乡镇市区？宜兰市。你要开始导航吗？没有，经理了。啊，经理了，这个车什么时候到这个点啊？这个讲啊。未动啊，这就开始啊。宜兰北一路，对北一路。我知了，伊讲个什么店名？哦，哎，伊是北。
我无甲做看写啥，我有翕啦，啊我无甲做看写啥。你画这个吗？对啊对啊。现在游客中心位置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平民街楼道如果走那个雪隧是这样直直的到宜兰、如果走这个宜兰北宜公路，所以要两点钟啊。这样。两点钟啊。海九线你看完了。对啊，到宜兰。那你台北要两点钟哦。嘿。啊，那来去到这嘞。这应该点半钟就会到啦，差半点钟。哦。因为新店来到这差半点钟尔啦。就国道，咱要行第一路，第一路啦，该用了好不好？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快，安怎讲？好，国道北行，你北行，我行来北行。我迄内底阁有写第一个，还是要国道？一只唔，系啊，只你爱算，你家己算。啊，咱迄天我是有迄指头上下，我无用啊。对啊，哪有可能？上下还阁滑咧，上下还阁滑啊，主要坠你还阁滑啦。机关哪会无？行驶四百公尺后，左转斜德桥。斜德桥。那你等过来，我注意看。我给我过来尔。哦，我在高速公路对家去。你坐对家车。对家啊。那是对家车。你跟他从南边的，他直接出来。哦，他那地下蛮多。请在前方红绿灯左转斜德桥。哎，左转。啊？要左转这条呢？哦，这条，这啦，这啦。啊，要宜兰的是这条呢？啊，你走这个地高速公路，我们走宜兰的，这条才是宜兰。啊，可是已经过了呢。这条这是往宜兰的，你要请在前方红绿灯左转水的路，然后左转。这条这是往宜兰的呢，这往高速公路。嘿啊，这个这个你都唔就个选要去到北宜啊？啊，北宜这嘛，哦，这宜兰搞错啊。哦。我都知影路啊，怎么是要看宜兰？安那讲啊？做你啊，吼！你已经讲啥无找无，你录影啊，坐地铁咧录影。拢袂地啦，对啊，即拢袂算包装地迄落，地平面包装地啊，较济，应该嘛有迄落冻，叫咧建落起来真水。不过拄仔袂当驶紧，若无大卡车甲你甲你赶呢，你驶到边仔好过。对啊，人若后壁有车，你就爱闪好过。啊，路我较无倒来。对啦，我拄仔倒来做。大概嘛，我倒来一阵一阵的，久久着一阵的，五六台五六台的，只要两三点嘛。右转北宜路八段。落天。咱宜兰三十七公里。对啦。打开三十二公里，头城较紧张。嘿啊，啊头城就是高速路口遐个头城。年年出来讲死奶奶，看风景。有车无？较无睇到咧新鲜。哦，宜兰饼伫苏澳镇。苏澳。嗯。哎哎，这个是讲了过咧。苏澳镇啊，卖场叫我来对啊。苏澳的庙口遐，岸边庙口遐，马多庙遐。底下护群啊，叫下叫下。苏澳镇，依然。我有咧，我都一台。你是也较无拖拉困咧，拖拢早暗时的。嗯，我这个无看一台，按怎啊？反正看了一台，看一台，两边拢来回拢有。过来过去拢有，往台湾往起来拢有。
间无？有哦，遐哦，遐是几多呢？伊遐边啊啦，迄间边山乡诶，迄伫二山呢？嘿啊，遮二山啊，迄个伫迄边啊，敢干迄间尔？哎呀，伊会介绍对面尔呢？敢干迄间尔？啊？敢干迄间尔？嘿啊，有一间尔遐哦。嘿啊，啊，二山呢？啊，二山伫遐最大。啊，那是苏澳镇，拄啊，迄是苏澳呢？对，嘛那。宜兰边是伫苏澳呢？对，我够讲，啊都无讲位啊，无就唔止一间会转啦。对，你来看卖看是。我迄个上衣有写啊。你有看清楚无？看有两间无？苏澳镇对。啊，苏澳镇该遐毋是苏澳镇啊？遐算二山，无遐遐敢说。啊，我毋是去见。啊，因为伊是南右转北一路八段，然后右转。对面啊，伊都阮去买宜兰饼，伊讲啊，对面迄个什么村啦、啊？敢那类似妖怪村安尼，伊讲啊，就伫对面啦，搁行远，啊，这都我都。行入去才看，啊！这我进前都有来啊。苏澳镇圆山乡吗？到安尼？无吧。啊，一向就无电哦。右转北一路八段，然后右转。北一路八段哦，我来到这八段。快点公路了，这条在快点公路，那是长在什么去？右转。啊，不是北一公路吗？记得啥路名？啊，杨峰，你在拍你的想无啊？我也想袂出来。是袂少，干会记只个九分十八下来路呢。啊，去看路啊，是东山乡啦。东山乡。嗯。咱唔是咱看遐哦。是。这是呢。搭起个三十公里。哦啊。头前个要搭起十公里哦，十四公里嘞。那遐远嘞，伊遐远嘞。咱买物件咧，吼在饲啊！啊，黄建明去杀一杯木草来，我加油啊！这算新的所在啊，东山乡。行驶3.5公里后右转。敲车呢，伊有说有通敲，我来个敲呢。这动几路袂当敲啊，我来个敲呢。比较诶，行遐我来个敲。四十啊，才三十。前方测速照相速限40公里。你有哪看人讲，你才咧讲。你提前讲，你提前看。40公里才有迄个区间测速，如果遐有像你看，区间测速，区间测速就是速度，嘿，侦测点，嘿，开始你甲迄边出去，那超过40加超速咯，就是超速，在这40的速度出去的时间就超过啊，前方测速照相速限40公里，哦，这往区间测速，区间测速，哇，我开关哪个？什么开关？这个啦，这个开关，那个。
我客厅无包了，袂使我怎啊？提到到看有你有看到对你斜对你边，我也对斜对你脚尾仔去，等下要拉，对斜对。我无甲包了，我想我那袂，那因为迄个洗衫落去会使怎？我就无甲包，本来要甲包起，要拉空甲包起。你承认看嘛？我今仔出出来就等下，再去看高压，再去盖，再去盖着，好势。无哪哪用哪盖，我到底我啥物落来啊？是咪电脑？电脑落落来，落歹去。袂来。你若处理好，就再来用一个空的落去。啊，咱包这个这个海米种伫家里面来，拢在遐落。当然，我想遐若当的，遐一空的，遐无房啊，房啊我无甲拖出来。那不会吧？那不看到哈。现在写写讲。终点了。给你写个紧的了。伊不爱跟你讲啊。高贵可能不跟你讲。嗯。跟你讲，你都够一个分使紧了。我听这条那看无人，这个是。啊，就差奥特曼啦，奥特曼袂讲讲笑，啊，唔是教你啦，恁这唔是教你，啥物人啊？对啊，我唔知啥物人。诶，手机哦。啊？手机吗？手机。啊？手机，加一个，一个。我们配合那个没有。OK。双龙开，你先看，过来过去，使怎样固定，使怎样先固定。老头，你讲电脑机，你要写什么那个？双龙都打开，当我来打了咯。电脑机的。啊，对啊，你讲要天热啊，水来底咧跳。哦。写什么问出来？你打了一直过出来啊。行驶400公尺后右转。400公尺，到这啦，啊，还搁测速中嘞，期间你还搁测速中啊，你看。这远哦。嗯。安尼较准就对啦。嗯。你走这远啊，你对无？无你是安走会过？嗯。那我这几秒钟头你走出来，行来到这，你安那行去往看，使使好看吗？你无超速，你好多。右转。可以，几分钟是使使完即块，甲即个款啊，即支啊，这就变生活了呀。啊，你唔讲，唔是讲讲要要白鱼讲白鱼兰嘛？伊那会阁叫你要转？啊？你拄仔拄仔唔是讲讲要鱼兰？啊，伊那还未到就叫你要转？你还有小路吗？有啊。啊，还佫有啊，小路套去到宜兰哦。不是啊，佫有转转什么路啊？是安怎无？无 啊。有小路套去到宜兰吗？无，那拄仔叫咱右转。伊讲你好，唔是话叫咱右转。啊，这个是佫还佫19公里再右转，再左转。行驶于北宜路九段。靠，还搁在九段呢？啊，拢共是几段啊？嗯，到宜兰拢是北宜路啊。台北甲宜兰的。甲宜兰的交界过的。嗯。交界过款啊，过来换宜兰的北宜路的款。
走路可能袂大忙的款，唔免你讲大忙的。起来，搁有看一只咧饲的，莫讲名。嗯，这里是暗嘛。哎，你是也蛮新的，这是等刚上这看无哩。隔壁伫个树啊，不是啊，是讲伊那长八点就无啊，就直直拢走去秘密起来，拢无爱生。哎呀，那还出去甲你去搭伊个同款，同款啊，时间同款。伊会作息啦，作息的时间高。哎啦，伊会作息啦，只是差量多或量少安尼啦。安尼，桥这边面阁看两三只吼。哎呀，迄伫迄边，伫落单的啦。对对啊。嗯。早上天气也好。走出来去边佚佗。啊，再行，其他咱拄仔迄个去看者，好不好？我搁追，搁追，较紧。你缀因行安怎？啊，你我啊，你唔紧缀因行，我等下，我等我翁来啊。啊，你拄仔行啦。我安尼看行偌济人在去吼。咱先查咧，嘛毋是先查咧也袂啊。咱行唔对方向啊，真系无对劲。有人载人在伫遐等。嗯。一扎伫遐，伫踩迄个摄影机。摄影机架架，摄影机架。因为种就是 A 间的啦 ，A 间摄影机的迄个叫，像迄个动物频道的啊，迄个拢光下法，伊拢看有啦，连动物的目睭嘛，金细细安尼。这条路敢真少咧拍，无正做台湾真少咧拍啦，无讲作起来，无像宜兰的要去。雷山的道路啦，就在那拍。那古早这应该就是顺那山势安怎避开啦。嗯，避开。到这中段的款呐，到这长的款。侦测点，中间测试48.4。中啊，到这的款哦。中点哦，还是搁水啊？搁有。48.4，到这无啊，应该是无啊。48.4。一下48.4。48.4，公里哦。一下测速到遐。点到，哎，测试点哦。中止哦。伊无下中止。安尼到遐哦，真久呢。嗯。还较会准啊。啊，你啊，你啊，一点算较会准就对啦。哎呀，哦，再讲放啥，我这就放哦。个差着，这得咧要做，这个咧时间，要做。好长啊，你啊。做头前哦，这个定。较早加加啦，今麦爱做较好。放了，你要放了。
去宜兰要离山，你同款路同款样体，拢是安尼，完全同款。49公里，台九线49公里处。哎，拄仔台轿车会去发。哦，伫咱头前遐哦。啊，等啥物过迄台啊？对啊，伊无车，更更叫啊。那有可能会可能叫四十赛，因为赛六十就当超过了啊。嗯。时间就超过真多啊。正中啊，道路呢？你看迄个火车，迄运运搬的较济了嘛？宜兰大东。哦，今仔日温度要降到8度。对啊。愈暗愈寒嘞。对啊，那走外衫。一走，我站外衫去滴。所以，搁倒来兄，一般人也搁倒来兄。唔知偌远啊？还袂起来，敢毋是？还袂到点？八点十几分啊！出门啊！那唔上起来咧困，继续困，困到哪办较紧？哪办在较紧？才20几个哦，唔是啦。啊，人啊，有人呾安尼讲，九个弯，18万，安尼着偌济安尼？你甲30万呢？27啊。对啊。你算弯，还是弯？弯弯拢共同意思，还是安尼讲较好听。弯来弯去，我过来我过去，对，共同意思。对你透早迄迄换随随撮好就实在啦，真清啊！哎，人咧连门工，连79，无食，你叫我食饭拢无爱，我无爱啊！你嘛同我去食，你食我嘛无爱食啦。啊，我着买红，买珍珠啦，买珍珠搁一粒木瓜啦。啊！你问买嘛，无爱啦，遐贵个。啊！我都看到遐贵，你看到遐贵就是啥？伊讲伊意思，我都去看到遮贵个，啊，看到无买，阁袂用个啊。啊，物仔真水啊！啊，无，今仔个今仔买木瓜。啊，你袂晓画，你较少点去画，你画较贵。啊！伊画几个拢偌水，啊，就是较贵。然后你这条路出去，
行偌久？超过我。啊，才袂让你乌白来，才袂讲我已经过去了，要踩较紧的。啊，对对对。安尼可能规条路拢湿袂翻。我一开始做，困袂了着，头壳骨拢细仔样，唔袂了着翻。头壳骨哪有可能使再用？啊，你看拢算算着啊，大胆嘛使再用的。转弯嘞，转弯伊敢敢使？会啊，头壳骨。那个看伊，然后再省下就行。你敢再四十？咱拢使四站的，有时还佫会到五站的。反正就是一条，就开始走甲出去安尼。可能伫遐翕，开始翕的所在哩。起点咱拄好，也开始啊，甲终点。啊，佫着分两段，无中途佫一支的你无看。嗯。迄种大遐，毋是佫经过一支，一支咧录影。你毋知是咧录？测速的也是在录这超车线啊，双黄线的超车这啊。侦测中，你看，新鲜测速侦测中，每条拢有啦。一家一家的。哎，就唔免安尼迄种机咯。对，出去，你超，先紧出去，就唔使开单咯。你使紧，你要使紧，电视一块钱，政府电视一块钱。雪隧路啊！2007今二零二十七年了。2022十七年了。反正唔系好滴啦，唔使。唔系啦，迄阵就雪隧路啊，咱就使雪隧。啊，雪隧二十外。啊，那嘛喊你行这方面。雪隧二十外。对，咱即来买也着有啊，咱二十万。啊，拍十万年才通车，啊，伊嘛用二十万年，啊，三十万年了。到遐久，雪水到遐久。十五年啊，内底水伤侪，歹做啊，袂做。是，我是讲通车到遐久。啊。通车到遐久。啊，无咱即来就十七年啊。咱即来哪无行着就十七年啊。未来到今麦十七年。雪山隧道什么时候通车？这是我找到的相关内容。2006啦。对啊，零六咱这零七啊。安尼打咱一年嘞，还无二十年嘞。还无二十年。前方测速照相速限40公里。
南溪超速哦，这台又转啊，这是。哎，从早暗时的，安尼较安尼较轻松，安全。都拢走这条的。哎，应该咧翕这个超车线。拢有啊，这超速啊。哦，超速啊，拢有啊。四站尔尔，啊！你超过五十会开行，五十会讲五十会开行。这得开车车，开几站？那无讲足假啦，拢平平啊路尔吼，来弯来弯去吼。无咧起落车，起落车足少，转拄都无感觉啊。在对面骑呢，无讲像直接就在骑的。这是啊，这是嗯，行车是终点，到这终点啦。我看到，伊是啊终点啦。到界了啦，过过来宜兰的了啦。哦，新庄个有，搁有，搁过啊，搁有。再往宜兰十二公里，再头城了啦。嘿啦，宜兰。这边开到会带人宜兰的。嘿啦，宜兰市的。头城啊。十二公里。我这算头城啊，我们是宜兰的。区间测速几点？哈，几点？你讲。头城镇嘛吼，安尼开车拢有咯。安尼边开的就是新北市的，新北市的。科技之华。哎，相机嘛是有啊。啊那台北的就来到遐，几分钟内底超过。嘿啊，到遐就飞啊，就推啊。到遐，到拄啊遐。哎呀，我久。拄喺起点遐啦。啊。起点才来到遮。爱算时速啊，你都40啊，我来算50啦。应该是算五十啦，哎，超过这里才五十，伊才来休，啊，才五十，伊才来算开单。啊，因咧，伊种咧算就是算你车来到遐总共的时间用偌济字，用伤紧的，就要来开单啦，唔免讲超过十到五十，无咧安尼算咯。对，就是去。你就要安尼，算超过偌济，就要来开单啦。你就爱发咯。在路遐落来呢，对啊，安尼嘛是安尼落脚咯呢，对啊，一直困啊，我一直困啊，山路就是安尼啊，唔是远啦，就是咧困山路。去好远山嘛是同款啊，去困啊，袂当直接弄落啊，弄车我都行，我弄了直接落就到了啊，坐流浪啊。那唔爱坐只车咧坐流浪就较紧。这座山路用车用利用来载的，就算算着了，免弯路啊。你敢袂贪吗？嗯，啊，大卡车在迄度载迄菜遐大重，是要哪载？啊对啊，但是爱练迄后我多。哦，哎，迄利用我做六十台，遐我多。
人饲的款，有一个一只会当歇的，当歇咧看的，只啊，我麻烦，我歇咧看，一只会当歇，只得啦。看无？那是港还是市？无啥看到厝，厝无多。窗仔开着看到。啊，这平原尔，看到迄种田仔园。海，迄海海岸线。那边是海岸线，那迄是田仔园啊。等下我录者。海边啊，吼、哦，对无？一点点哦。对啊，宜兰海岸线，在北宜公路，看宜兰平原海岸线。宜兰有海岸线？宜兰嘛是海内无。市场较远，看，你看下还佫无啊？对啊哈，你要想起来，这样子，那十公里哦，你看还走遍了十公里。我那一天的运送货物车、卡车真多的吼，宜兰、台东、台东尾台嘛是会行这条啊。你来北方爱拄车，现在无行北，就行这条；无行迄种迄个滨海，就行这条。干那这条去滨海公路啊，有的是选择这条较近啊，对市内底去的，对哦。啊，滨海是去搁接高速公路啊，滨海较紧啊。你看，可能看再啥物件会看。我今日这暗拢够多啊。这现在在刚才刚才等啊，因为我在明天去，刚刚在这么倒等啊。
这一个算一弯的款，对无？这种大个了算的款，才有这九万十八万。这个弯的迄款无算。有钱的是黑哥龙是，我是很欢迎，是 S 型的。啊，这个是 S 型，嗯、啊，是 S 型的。啊，这个再一半呢。这个底片落落来，哈，依然要落落来。哦，这台的底片啊，台那个。用塑胶人啊，不是用，不是用这个。哇，这落落啊，你做。哎呀，这会做的啦，用手会做的啦，快紧做。白房子而已，白房子就要灌这种，灌水。西平面的要去着，真正比这落来较袂遐喜欢对无？哎，要倒去好。较喜欢。咱去两个尔，对无？伫遐来到这嘛才两个尔。好，我爱独脚车安尼，一弯安尼较快。对，嘛是靠过。哎，原本是来看，后来搁起来了。大卡车，是，还是吊车呢？吊车对。哦，这里看卡清楚了。可能剩这一块，九个弯，十八个弯。咱这有做桥过，这有一条桥。尺后左转北宜路二段，站停脚，站停啊！左转北宜路二段。哦，这算这边面的北宜路了，变二段了，哦。依然的北一路，行驶一公里后右转北一路一段。这个嘛大呢，安四个了呢，安算这看卖，好得几个？第四个，华家湾，
三百多啊。对啊，桥都无看我啦，该看我，好天气嘛无看我。行驶 4.5 公里后，保持右侧。啊，六十公里，台九线是对十八车道遐到遮呢，不是限定。我这怎么踩？再踩。台九线是对十八车道遐。重庆南，中山南路遐，甲中华东路夹遐算起，遐零零起点，啊再去迄个罗斯福路行，中山南路再对罗斯福行到一千点来，我遐看到迄个牌啊，伫遐，哎对啊，行来到这六十公里，对啊，再起码六十，六十哪个？六十六公里咯，到这六十六公里咯。你搭个车来，到这六十六公里台九线来，啊，这袂叫新店来到这，啊，拄啊对咱这平民来到这，二十九，毋是二十，哎，二十九诶，九嘞，毋是二零诶，啊，行。快十公里了，要行到快三十公里了。啊，这个嘛是弯啊。哦，那地大个，地话这个地话，你看这个地大个，华侨湾。这搭了空车。啊，你怎么再来啊？伊都空车有。你买走物件来这边啊？对啊，嘛是啊，空车无回头车在，无回头的物件在，就空车有咧，有诶再回头的呀。回头车啊，就在你边啊，自由转。所以唔知影，大家比较无够长途，根本在踩。那在踩，你来看旁边。也较功夫在看。我个咧，我咧忙啊拼，也在空啊。上坡了，你要放各，拄啊停各部车有台，要看过来也咧在修理咯。这古代山路拢会开放山嘞。我无咧吹牛嘞。改掉点，打断啊你！所以你这线，第一个拢落去啊，会结束，会结束到时变，才打断啊。我个姐，我去。Thank you.
到遐算落落。一路行落来。前方测速照相速限60公里。我注意省哦，真正七弯。到这就六十未，这就行。九弯十八弯。这山仔才是内山的啊，山仔菜。哎，菜都无，菜篮啊，内山菜篮啊。嗯。他们叫往比亚的。这无创咯，创了加多吧，第二六十，你唔是我六十，对吧？尺后进入右侧第四个车道，然后保持右侧。那个跟一走，很依然。不乐意啊，因为跟一走。啊，我打住，还唔是加高？依然搞了，啊，怎么不去走？啊。咁就加高五米嘛。啊。五米。保持右侧，然后右转。交西啊。这边滴滴滴是高五啊。叫西南，你说你什么？那你什么？在江西右转青云路一段。要苏澳得要行高雄呢？系啊，啊，不是要来买宜兰饼吗？确定高雄吗？我嗯，迄个。来，再个问者，你这个是？继续行驶于青云路一段。启动语音声控，请说命令。搜寻名称，请说地点名称。宜兰饼发明馆。你要开始导航吗？设为新的目的地或新增为中途点。哪一个？新的目的地啊？按回转。叫发明馆，以前伊个宜兰饼发明馆，发明馆，发明馆，真正是输啊！你都看真正是输啊！哎呀，我很想，我很想啊！你想我怎看？我顶边阮去去未？啊，伊未等你，你上是找伊个地点出来。哦。八名馆，那方向来比较改。
对哦。今天是啊。我无看见。哎，是啊，唔知底下行高雾。唔是电山，电山是对只去。保持右侧，前往头城交流道。苏澳镇，苏澳镇，三溪路。请在前方红绿灯右转国道五号，然后前往前方匝道。前往前方匝道。行驶500公尺后，进入左侧车道，然后保持左侧前往国道五号。保持左侧至国道五号，前往宜兰。出来嘛，直接高速公路靠了，吼。对。就没有没有搞得掉一点去，没叫。哎，油搁这搁吃无多啊？啊，都吃，无啥要吃，也不得吃。哦，那八下你也吃到油顶抓出来吼？到平年遐油八加八足多关机啊！哦，但是在高速公路内嘛无啥吃。继续行驶于国道五号。至少是高渣了。我行36公里啦。36。嗯。离宜兰来到了36公里，迄个平南啊，平南到宜兰遐。店有几多间呢？每一间啊去遐呢？公里外是，大溪店啦，才14公里尔。大溪店。大溪啊，大溪嘛有啊，咱。啊，对，遐就大溪啊。嘿啊。啊，什么？要去倒？我落来遐买倒好。翻头啊。嗯。下架得到。嗯。啊，有今天有开无？营业结束，营业时间下午10点。对啊，我讲的伊迄就是，阮去的就是总店啦。哦，我有感觉环境好无？连床嘛有。啊，在饭店尔，在北港无？嗯，在北港无。宜兰饼，个名无同呢？无同就唔知咯啊！安尼也是来呀。
总调较稳。嗯，无嘛较轻。哦，对不？你等下之后再上来啊。对啊。够罗东店，差拄好用差唔知几公里啦，差拄好迄有时间我开始迄落是二十公里啦。十点十四分才会到啊！啊，这阵九点五十六分。啊，等下搁二十分钟哦。嗯。对不？嗯。罗东也有啊。罗东过宜兰过啊，对不？嗯。因为名，真乃写刘恺威宜兰啊，礁溪店。那是两间咯。无来也好啦。嗯。我搁写落就无较滚咯，嘿，搁落唔知要写啷个教的啊？对啊，我这田啊拢薄，那起两年吼，拢水起来，以前落雨拢水起来，田拢薄，啊，那我切过来，一外侧，好咧，修理，外侧移动清扫，咧修理咯，修理到扫。外侧，还是内侧呢？对啊，那是外侧一侧移动哈。嗯。扫垃圾，还要胖又肥，不爱上嘞。你等下搞是讲你做。调情自唱，咱个做是来做好嘛是。哎，伊上。我看看，看你上。我已经在做好啊。高速公路行较靠吗？对啊，行真好出去啊。嗯，啊那迄落嘞，迄落啥物？我苏花街。啊，就爱出去了，叫苏花街啊。叫接苏花街啊。对啊。对啊，再无咧就好，太好听啊。那咱再包一瓶来得哩。半路路啊！啊，即摆十点尔，就赛道一点钟就到咧，对啊，迄过唔对啊，差不多两点钟。想要去住，袂拄好时所在啦吼。嘿啊，嘿啊，也无
也无管讲啥物景点，也无啥物。还阁台北市来，到过年前才到。系啊，啥物都。拄到台北市才来，来来看看就好啊。对啊。这个嘛，咧用啦，外侧毛啦。哦。扫垃圾。垃圾拢飞伫边啊！吼。系啊，两边拢个，两边拢个。
个地图。我知你是三轮，我知你是三轮。无人咧，无人咧搞票，无车咧接，恁唔搭啥驶啊？安尼到尾路硬驶，你变到干活。是啊，你讲。嗯，袂清啦。咧慢慢咧。规个拢安尼无解，干那看到这三，咱阿早驶过嘛，遐有大，干那这三栋，这栋，这悬厝吼。哎呀。你真悬的吼。哎呀，看到拢几楼啊你啊？这。就爱去打开咧泡温泉遐才有关的呀，哎呀，啊，这看得久啦，足侪呀，边啊较无。是讲这较明显啦。看我过足看得较少。哎，这看嘛，搁起足久安尼。公路的吼，你嘛二十外楼的。看起真久啊，外面拢好啊。那你调要来是往北，啊来到这变往南咯。哎呀，那安尼吼，到宜兰过来爱往南啊。你地形是安尼弯的啊，对不？我之前我记看了高速公路，这个这边过来是往南的啊，唔是往北啊。往北是南部要来，台北就往北啦。啊，台北要来宜兰。宜兰要来往。往台北的往南，这是往南来，可能是啦。对哇，咱拄好看到往南。伊要经过台北，才会当对南部都去。对哇，咱这是往南呐。啊，现在对这是往南。啊，这就是要去宜兰，要去到迄个花莲的啊，要到南部，对，往台东那边去哦，要往南，我不敢往南。啊，火车，火车不就是台北，宜兰遐就对了。对哇，啊，火车唔知要哪啊算啊，火车到底这是往南啊，往北的袂记，对哦。是啊，海线是啊，咱拢直车啦。是啊，海线双双的啊。无你车往南往北啦，对不？是啊，海线双双。系啊。
请行驶于左侧两车道。行驶 1.5 公里后，保持左侧，前往南方澳马赛。回转啊！伊只风回转，你无看？拄好迄条也免滑的，还袂到呢。啊，没有啊，伊那叫你滑。我只看，我看是直直行，这是马赛，安那伊那。我安尼拄好。直直过了石头，直直过了。只好回转啊！我拄好你无叫伊讲的话。如果可能，请回转。有啊，重新去计算了，你无？你来看再去重新计算。这还袂到，你叫滑啊！是伊叫你滑的啊？嘿啊！你那个150、140公尺，还够右转。祥一路家，现在右转出去了。对啊。请在前方红绿灯右转祥一路。今朝够套一条了。这条一条。祥一路。这条，还是那条？这条应该是新马赛路有啊，直直去的新马赛路啊，那啊祥义路应该是搁去一条，因遐搁六十的呀，对啊，一条则是啊吼。啊，我直直去嘛是马赛，那啊，即马无得行嘛会使，那也唔知路啊。这条则祥义路的，这条则有套拄啊一条呀。嘿啊。这李安车在许个所在啊，这来这直直买咯。对哇，是不是啦？不是不是，这都一米，那都是卖米的米食，这无啦。无啊。这都做米的，咱这边有咧起无？对哇，你讲在许个所在啊。啊，这条叫海山西路啦，咱拄仔讲我海山西路咧个。无啊，啊对哇。直直行，伊叫直直行，这是高速公路那条啊。请在前方红绿灯左转海山西路。我看伊的足迹。对哇，高速公路路啊，那条敢不是？拄仔条是高速公路，伊叫左转啊。宜兰饼发明馆，宜兰饼发明馆，伫遐啦，啊，都搞完去。对啊，叫回转，左转的搞，叫回转。我想，对啊，这条拄个高速公路一条，敢唔是？对啊，你行，伊去行条叫要左转的呀。即将抵达位于右侧的宜兰饼发明馆观光工厂。搞完去。哟，这嘛是这个原车来的。对呀。啊，我不要再还有在停。我这东西真是小毛，好麻烦啊。你讲那个饼上面那个照片是他女儿呢，真的女儿呢。像女儿。这间老板的女儿啊，伊迄饼顶个拢印一个走走囝，因咧走囝，系啊。
阮来当作甲遐敢若共间诶，拢无共间。这是好啊。不是啊，我是讲搁一间，我是讲甲一间诶，咱去大仙翁啊遐敢若无共哦。遐无共，啊遐我共遐是迄落啊。嘿啊，我来当作共款诶，我会去行过就到啊。我会去。我台湾迄间是迄种诶啊。啊，我讲，伊就讲。啊！你行对面，先走去边，先我讲迄，迄间是迄种的迄啰。哎，讲两粒，你袂记，伊是讲几来粒。可是我们发明馆是依然饼是在这一边的啊。啊，但是伊。他啊。嘿啊！啊，但是伊这栋是安尼。外套没穿。没穿哦。你去看宝贝，给推几朵。那个都拿一个。里面也有松子吗？这个没有松子啊。啊，不，为什么会硬啊？那有松子。和石头一样，和石头一样。你看我打勾，这里有没有打勾都不一样。啊，有松子是。你现在松子在这边拿。松子是素的吗？285。松子是素的吗？对。不是啊。如果说你们比较常来的话，可以把发票累积起来哦，可以换会员卡片。不用。哎，谢谢。这边的话用感应的米线哦。刚刚先把米沙里面回去，记得拿起来冰冷冻哦，哈。谢谢。给我。这样多少钱啊？1230，1230，谢谢。对啊。那你回家可以放在冷冻，冷冻可以放到5月17号。哦。好，放在冷冻哦。好。刷卡可以吗？可以呀、啊。这样子，你讲这样子，这样，谢谢，100块。啊？你送？你送喝啊？尿尿啊？
饼印，要做饼印，鸡印，饼印鸡印。地摊唔得咁麻烦事嘅，可能。你做呢度？等收。等收啦，等。鬼才来吧，隔音。哦，这多呢。这嘛唔可能去共亲近人诶。对啊，久诶，啊，这汤盘啊，较这这个是汤盘。汤盘是正港汤。隔音，还有饼音，还有个像隔音、高音、隔音。我特拣去边边一个，都唔知啦，唔知啥物事，咱唔捌看过。所以啥物事唔知。我再搅米粉，搅拌炒啦。我再搅米粉，就用来搅啦。真大真大羹的吼。大羹饼店。大羹饼店的吼，有人搅就对了。用手工搅，咱看到的拢桌顶咧搅，哎，这是搅搅米粉的桶的吼，搁敢会做的。对呀。刘师傅的故事。的故事。宜兰饼。就讲这个，我看这个，啊，你那个谁啊？你？不要紧啊，今天要坐在地上，要送人。哎呀！牛舌饼在位置上，牛一只。宜兰的特色就是它是薄的牛舌饼。啊。啊，那咱的讲起就讲伊是薄的，而且是软的啊，这个是硬的。啊。啊，硬加的不是讲切切。啊。不是讲加的切切。高黑哦。高诶，不会，唔想讲安切切，不会即系切切。高诶，高诶是软软诶啊。哦，诶。一只一只，攞这个给你攞啊，安尼，哦。
哦，这就是甲咱拄在咱看迄船啊，连头家煞做起来，就是三 D 哦。这个可以三 D。对啊，要无禁止采采啊。人不是要在那里吗？啊，你人会再去啊？我来去啊，看你要采。啊，坐安尼才有钱啦！啊，坐安尼才有钱，讲坐坐那来啦。我甲你去一边。有无？安尼才有钱，坐那来啦。等下，卡我了。看麦，人家这个行李从哪来的？啊，对，那不行。东北话。冷。你要叫伊，你是爱看伊，但是是安怎排啦？去订票啊？有叫伊做啥？你排去搞我看就对了。
就，那、啊、你们有两个账号？对啊。要加他们 FB 才有，你要加他们的。不用加我们，没有，我们有 FB 自己上传就可以了嘛。在你们 FB po 文。好，这样子哦，不用上传你们的，好好。po 三张照片就可以了。三张还要30个字。30个字。对，打个文字这样。公务机吗？这单人啊？嘿，这个就是你们的。那你们两个有 F 都有 FB 就可以两，可以用，可以用两张，可以用三张照片。对，我现在是有 po 文，然后帮我们打个文字啊。文字打什么都可以。都可以，然后30个字刚好。介绍一下我们呀。哦、这个红果的，加切来的。本是大人力车，木头做的，喜饼，上面做喜饼。咁比较安。在这里换了吗？对啊，在这里马上进去换了。对啊，这个不是这张，这就是张100块。哦，100。100。啊，还卤肉蛋糕，肯定冻袂要紧。哎呀，买卤肉蛋糕。我两只，唔免走啊。要一包。也拢总啊，下次来抵用券，无意思对无？你马上给人用，再拍。注意条件，现在只要带我们超值组合，一个一次四个口味都满足，没人在，还有家政怡然饼、阿华田口味的哦。那咱可以搞你笼内底啊，那有搞你笼啊。对啊，我就讲那有搞你笼，可以搞你笼内底。如果你四条的话，可以帮你弄搞你笼，还是要再多带一条？你刚刚有买一条？好，你这有那个刨冰的那种的，那个。唔免啦，免个落去。冰那个，全部咧，咱放冷冻咧，咧。免个，放咧保利堂内底啊。啊，保利堂，其实讲唔要紧，我是讲咧保利堂，佮其实讲唔要紧。啊，我袂退啦吼。